金像奖比较接塞米奖的时候我气了十年了，十年了，他妈的，结果这个金像奖什么奖来的，刘德华你拿了，刘德华才觉得没有没有没有，我支持大导演杜琪峰之所以又爆粗口，中枪的之所以是金像奖，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将郑秀文，而郑秀文显然也很给杜导脸面，复出开工后的首部作品便是联合老搭档杜琪峰刘德华打造盲探这部力作。我跟杜琪峰导演太熟了，华仔也有在整个电影他的角色里面可以把杜琪峰导演一些很生活化的一些细节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把它放进这个角色里面。还好因为现场有一个杜琪峰在那 Action 有。那世界上有我们三个人出现，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幸运，因为找到一个相信你的人很难。虽然盲探打着铁三角回归的旗号，内容也兼具恐怖惊悚和轻松幽默，不过由于主演刘德华出演了最近恶评如潮的《富春山居图》，让大家很难相信华仔这部新片的质量。以前可能如果你问我其他的我曾经试过的，我会告诉你我好还是不好，这个我只是旁边看到导演说我好其他人说我好，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要我打分我真的没办法，不是因为以前的事，也希望就是不要因为那个《富春山居图》影响到这个盲探，因为那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没罪的。不怕。酷乐娱乐上海报道。